I don't drink， 你还让不让演？涛哥，请接歌。小童，这个是那什么类型的文物？你觉得？我这个，他这个异域风情，西域那边的，对，是不是个夜明珠的感觉呢？夜明珠？不是，可能是一张囊，第一张囊。囊啊！全世界第一张囊，老囊。现在这囊已经石化了，已经石化了。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我应该是一幅古画。谢谢。那为什么我是一幅画，他就是？这还用说吗？啊，因为他跟我是一个造型。你俩可能是古时候的一对狼牙。狼牙呀，狼牙。那你就是那根棒。我确实，这个棒应该是个形容词。宝哥，这事儿是？碳，中国古代的低煤矿，一罐碳。那个两个外国友人都是精通英语吧？沙溢哥再精通英语，经过你也没关系了。精不精通英语，你看看第一棒。我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赌注压在第一棒，我准备从第二棒开始。第一棒，棒。来，我们把第一轮的台词拿上来。哎呦，来播放片段。哦，他可以前面可以看。对，我不喝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不喝，我就要钱。我想喝什么咖啡？来，传递开始。嗨。嗨。How are you? 啊 ？I'm fine. Thank you. 还打招呼呢。I don't drink. I don't drink. I don't drink. I don't eat. Okay.I don't eat. Okay. I don't eat. I just want money. 好了好了。I want to. 这个。Okay. Dream. 不是没完事呢。哦什么？没 knocking. Don't let. Knocking. Don't let. 懂了懂了。I want to 等了，快说什么喊的 coffee， 手模不会说喊的 coffee， 俩字，两个什么字？两个什么字？我直接给你看呗。就是一个人，两个人，两个人。嗯，还要加东西，唐嫣姐。我加了。你加的啥比我还少的？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。加入了自己的理解。你好一个偷工减料！他加的是内心的潜台词。你这个呢？这个扇巴掌呢？那对呀。就是我觉得不可以正能量一点嘛。我们以赢为准呢。两个字，敲门。不提醒老师把耳机先摘下来吗？啊，老师，耳机。英姐还带着听歌呢，听进去了。
缓过来点了吗？缓过来点了。啊，猜一下它这是什么？两个字。两个字。拖鞋。进别人家了，这感觉是。怎么才回来？哎呀，我喝多了，不小心回来晚了。哎呀，别气了。哭了。这是两个字吗？两个字，演了一出90分钟的大戏，演太满了你们。尽力了。探亲，一点都不沾边是吗？他加的有点太多了。太难了，对于你们现在理解太难了。小偷忘那个猫眼儿，那能想到是小偷，而且他是这样进去，是这样进去的，不是偷东西，就是是一种礼貌，就是，哎，对，就是有点小心翼翼的，你可能没有这个经历，哎，对，哎，如果这么说啊，你们前面四棒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花花可能还真没有，但小英姐应该有，啊，哎，花花从来没经历过吗？有可能。师哥，你演一遍。嗯，这啥？卖弄。你这是结合着看呢，不能光看我一个人在这卖弄，你得看着我俩呀，你得结合呀。哎呀，不是，你看我的手，我的手在干啥呀？摄影。对呀，那他在干嘛呢？表演。老师，学生。接近了，接近了。教学。我们回去了，我们放弃了，我们放弃了，我们输了。我跟花花和小英姐公布答案，包括腾哥，俩字儿，试镜，哦，腾哥试镜怎么演？你演一个，你演一个，我看。试镜啊，他咋这么的？啊，你又是谐音梗。打我一顿，失敬失敬。你还让不让演？我觉得其实应该演导演，演一个特别概念化的一个摆谱的喝茶的那种导演，我觉得可能就好演了。来一个，哥，来一个。不，我思路是这思路啊。这就是导演思路，只想不演，只想不。涛姐如果不做演员，她内心会特别想从事的三种职业。三种职业，哇，这有点难。来吧，讨论一下。他喝酒吗？喝。那就品酒师。倒没你那么能爱喝。舞蹈吧，他应该以前学过舞蹈。但他会不会就不写与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？哦，那也有可能，都可能跟这个职业没关系。对。宇航员。八成要上月球的。饲养员，饲养谁？那不就是厨师吗？老师，老师行，慈善家，厨师、老师、医生，底下那什么呢？慈善家，只能留三个，慈善家跟那个老师是一起的，有点牵强吧？边做慈善家边当老师，对，我们这个是乡村教师，是支教的，对啊，医生也是支教的医生，厨师也是支教的厨师，我感觉王牌家族比以前嘴更硬了，对呀，铜墙铁壁。问一下，为什么是厨师？他热爱生活嘛，一般热爱生活的人都喜欢烹饪嘛。啊，那老师是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。胡说。而且有爱心，有耐心，有耐心，有爱心，有耐心，喜欢跟别人说教。是不是？聊聊不对，不对，这有点下绊了。他喜欢教育别人。教别人。
最后一个是医生。那个是来不及了，想别的了。不是，还是因为善心、爱心。总之是个大慈善家。对，反正就是一通夸，给他架那儿了。我们内容创作者月嫂。内容创作者是父母，是孩子的父母，那叫内容创作者。你这个创作和设计都不对了。我们那稍微靠点谱吧。厨师差远了。厨师往哪靠啊？厨师往哪靠？我们三合一加起来是不是月嫂？什么？又是孩子的厨师，又是孩子的老师，又是孩子的医生。不是，你们这里啊，缺少一个词儿。小宝，别说了，你回月球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哎，实话说，好，你最后的解释我是接受的。你看，那得一分。涛姐，我们是，不是？但是我接受你的逻辑，但其实不成立啊。因为你不是我的队友。这样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等于你们只给了一个答案。那不。第二个选择剩下还有两次机会，你们用哪个？用两次机会。嗯、老师啊，这是老师啊。对。健身老师啊，这就是健身老师。等会儿啊，如果按照逻辑，健身教练是不是还要负责运动员的饮食？对，没错，还要负责他的一些伤病。对呀。又中了，健身老师啊，这是，这得给了。那好，那经过我们这个刚才临时的决议，决定第一道题还是要第一道题，我们要第一道题。还是把三合一三个答案，后边的我们不要了，真赖呀、啊！接下来要上来答题的小宋来，问题是小宋最喜欢听到别人夸他的三个优点。小宋要戴耳机，你不能听到大家的讨论。啊、夸他什么？他应该是唱歌好听吧？他唱歌是不是唱跳俱佳呀？唱跳俱佳嘛？跳舞好，唱歌 好，演戏好，演技好啊！哎，那如果就说专业好呢？是不是全覆盖了？把这都改成专业好，然后再写俩别的。他希不希望听一个？哎呦，这孩子真好，写个人品。把这俩一会儿擦了啊，拿那砖不是也不擦干净，不擦干净，不擦干净。我们说这个时候，我们还要这个，你看二和三写这呢，那是备注的啊，对对吧？我们这是连笔连多了，这个是画重点，这是画重点，连笔连多了，对，这是重点提示一下。真是，哎，好赖呀，赖畜生，赖畜生，你们这个更全面呢。那接下来公布一下答案了，你先说一个最爱听到人家夸你顶顶的那个。精神充沛，精神充沛，这应该是专业好，对，专业就是跳舞那么累，还精神充沛。我赞成家族队的说法，不可能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一般夸人家孩子呀，如果这孩子长得好，一般都夸这孩子长得真好，你家孩子，还长得没那么好。白，就是这已经是第二档了，第二档。如果夸他家孩子腿长，那可就连白都不占了，没啥夸的了，就已经从上面转移到下面了。没错，那我还作为咱老战友，我还必须得夸一下你家孩子。哎呀，师哥呀，你家孩子矮，腿长。这绝对不是夸外貌，你说这话我佩服你，没地儿夸，我佩服你，没地儿夸，真的有内涵，有内涵。我们这也不算啊，我们拿分了，我们没被喷，那是没喷你，那是没喷你，你躲过去了，左耳进右耳出，好。这是孝顺，这是孝顺，
这是孝顺，这怎么是孝顺呢？堂哥，他不跟这是孝顺的话，也是我们的分儿。好，没有孝顺也人品，人品好，这是人品好。这孩子不记仇，对，左耳进右我，左耳进右耳出，这什么人品啊？不记仇啊？胸襟广阔嘛，都是内涵嘛。对，就比如说你妈妈说跟你说话，你就哦知道了，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，就很孝顺。那是孝顺，那是滚刀肉。幽默，幽默肯定有。对，他这种喜欢开玩笑幽默的人，他一定不能忍受另一半是无聊的。那不一定吗？他可爱玩游戏了。游戏教练。游戏陪玩。陪玩。哎，陪玩可以，什么都能陪玩。有责任感的陪玩。有责任感的，还必须得赢，输不行。然后一定要有学问，有学问。呆子嘛，咱们就写个呆子。呆子也是一种人品好的表现。啊、闷闷的，不怎么说话，因为他画得很密。作答时间到，这个从王牌组开始。有责任感，陪玩，就是他想玩什么都陪他玩，爱玩游戏，陪伴啊，陪伴的。陪伴。第三个是孝顺的呆子，很孝顺。这个呆子是画引号的，就是一个话不太多、有点沉稳的人，憨憨的，大智若愚，能聆听他说话的那种。对。孝还有孝要孝顺，你看你们一个还有又暴露了吧？你就让让我吧，行吗？感谢你，吴彤，吴彤，让嘉宾们赢，让嘉宾们赢。吴彤，吴彤，别让我失望。下一个来的是花花，花花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他在午夜失眠的时候。会做的三件事：喝酒、听音乐、听歌、听歌吧。喝酒、听歌、写歌，喝着创作，也别是酒。对，喝点创作，能包含好多。喝酒创作，然后呢？玩猫。玩猫吗？玩猫不知道啊。猫都睡了吧？那别，他有猫，但是他玩吗？属羊。嗯。属羊。不可能，他哪是？属羊的那种啊，刷盘子，刷盘子。不，那你还不如说创作。你在我们心里边跟嘉宾队也没什么区别。三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要拿分都能拿，只是分多分少。不，如果是喝酒，我们就占得多，我们就更接近答案，对吧？我觉得没准想反串儿。哦，反串，有可能。杀手行，杀手行。酒鬼。第一个是啥呀？反串。我印象里面，英红老师都是演的那酷酷的、飒飒的那种。嗯。所以他想演男性。对。反串酒鬼第三个厉害了，觉得英红姐想演杀手。演多了。演多了啊！我怎么记得好像都是那些什么警察、啊？你别装那么了解我好吗？我跟你不熟哎。你跟我可以不熟，但你不能剥夺我经常了解您的权利。哎呀，我真的老看。别打开了，真的他赢了。哎，怎么你们也有个反串啊？对，怎么不行吗？反串，不是听见我们的？要说听见也是你们听见了，涛姐的，谁听见的？这个是耳，右边这个其实是剪刀，把耳朵剪掉。这个是什么？爪，爪子的爪。对，这是我的手。听，扯，回家。回家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好了，马上你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，歌名五个字，可以这么说，这是我个人会唱的第一首流行歌曲。你还不完？那这是很老的一首歌。哎呀，有些年头，但也不是很老。潇洒走一回，我觉得他都会唱，请听歌。潇洒走一回。看我厉不厉害，我连这，我可不可怕？潇洒走一回，没到呢，没到呢。越深似海头，依然能看透。红尘呀滚滚，痴痴呀今生几三冬。
什么？再唱一遍，再唱一遍。什么？只想梦里有你追随。好像错了吧？错了吧？错了。错了吧？至少错了吧？前面有你追随。不用不用听他们影响，不用听影响。至少梦里你追随还是有你追随？不要问我。有你追随还是与你追随？有你追随。来确定一下。错了。错了。确定答案是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别听他。我相随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还有锦囊呢，快点。肯定不会连的。准备小伞，请听歌。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对啦。对了，都淋点，都淋点，淋点，快淋点。啊！哇！这怎么正确？腿好凉啊！啊，是个漏的啊！为什么你都湿了？这是透的。哦，你都连上了，没事，至少我押题成功。第二首歌你们一定会唱，这首歌叫《第一天》，来吧。啊，第一天，我给你们。我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深深深的艰难，我也不会，不行了。咱仨算了，抢伞吧。第一次能飞起来，什么？请接歌，请接歌，沙哥，唱。第一天的纯真色彩，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。很好，哎呀，放，后面我会，永远那么灿烂，我会。好厉害呀、啊！小宋，小时候唱过。是灿烂吗？好像不是灿烂吧？不是璀璨。哦，反正不是灿烂，我记得。好像是永远那么绚烂，绚烂好像是。别，真是灿烂，灿烂。没事，他想用灿烂就灿烂吧。灿烂，坚信自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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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灿烂，我们就要创造一个奇迹。我们今天仨人一直赶着。对。来，请听答案。一个人有用，一人有用，没打开呀。堂哥，你旁边俩孩子像是从湖里刚捞上来，水灵灵的两个孩子，全是破的这两码。我就是右边屁股有点。没有想到跟我一组能一直往后送他。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是滑铁卢几期了？嗯，在这儿就很倒霉，不知道咋都不是我的曲库。吴桐最近不跟我沟通曲库呢，咋回事呢？哎，这首肯定拿下。拿下他。不能让你小瞧我。这首歌杨迪很有信心是吧？是吗？什么歌啊？来自一支非常棒的乐队。乐队的，来，比昂乐队的，真的爱你，漂亮。顶着我的刀，把烟放弃。那最后一段就让我说声真的爱你嘛，我知道。强。
请准我，请准我，许三。羊鼻祖、小鼻祖获得了一拳，抢到了哈，抢到了。小宝哥，准我。替我来吧，我替你来吧，来就是这个吧，对，就是这个。真的我说声真的爱你，前三个字是什么？就让我说声，就让我说声说声真的爱你。对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你们就这么唱啊。肯定是就让我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，你们就这么唱啊。就让，就是这个吧。可以啊，你们就这么唱啊。让我说声真的爱你。好了，我再补一句，我再补。公布吧，一会儿要不他想起来了，快公布。谁有不同意见？我再补。啊，不同意见。我不同意见。这么多不同意见。怎么不同的？因为他是错的呀。这还不对。不同的是错的。他，你哪儿来的？一个一个唱，宝哥先来。请准我，去上真的爱你。请准我，去上真的爱你。好像是他的事。我们那个碟没买对。请准我。行行行，有礼貌。好了，杨迪小贝组错。太高了。很淡定，好闪，好闪，破闪，破闪，破闪。还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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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很帅，都在后脖子里，卸妆了，我这把弹的两米高。下一首歌，来自于王菲的歌，哦，红豆。你要是红豆，就可就打到我枪。歌名比红豆长很多。匆匆那年，相约1998，还要再长一些。啊，相约公元1998，公元硬加俩字凑长点，相约公元1998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容易受伤的女人》。哎呀，这回每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受伤的女人。粤语啊！天哪，还是粤语版。那不拍了，咱把命运交给别人吧。可以。涛姐是知道答案是吗？就是不要等这一刻请移民。对，我们对了。是吧？对，我们对了。唱的啥呀刚才？涛姐，这个普通话是什么？就是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。拜一跟崔克请叶文，崔亚克请白瑶，不要等这一刻，不要等这叶文。哎，还真的都会了呢。行不行？快聊，别努力了，妹妹。这一生，请你真哇好。听一下，正确答案是。给点伞吧，哥哥们哟！哎呀，看看腾哥淡定的样子。哇，腾哥，好大哥！我真的没有被淋到啊！你们那两个是胡萝卜，嗯，给我一个，好吧。下巴绝对拿下，下巴吧，下巴绝对拿下。下一首歌依然来自王菲，红豆，可以，红豆可以，匆匆那年，匆匆那年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快。
好难啊，这首歌。腾哥，腾哥，请接歌。这连电了，这个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想吓唬一下，我拍到这儿它亮了。啊，那接吧，接吧。我们要互相亏欠，是吗？我们要互相亏欠，这个词儿前是啥去？不知道啊。那这词儿也不顺呢，他凭啥呀？这什么情感呢？两个人之间，我们要互相亏欠，就是虐恋。虐恋，好像是。确定了吗？不是，看确不确定。就说确不确定？不确定。跟哥说实话，不确定吧？对，不确定。修修这个，我们这连电了。我们刚才拍这块儿，走着还亮。我们刚才没有拍。我手还不能放桌子上休息一下了。快点的，你旁边俩娃现在该浇水了。那这样，这题如果答对了，我给你算两分。我们要互相，我们要是吧？好，我们要互相亏欠。那就我们要互相亏欠，是不是正确答案呢？请听歌。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，我们要互相亏欠。回答正确。我选择我也没拿。高啊！我都已经出来了，他还在这儿呢。最后一首了，必须拿下。你这话从刚才就开始说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吃掉两个水果了。公布一下目前场上的成绩：一号、二号车两分，三号车答对一回，答对一回。四号车目前成绩还是零哈。但我们吃得很饱呀，好舒服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歌仅限一号车、二号车拿来决本个游戏的第一名，三号车、四号车呢可以猜一下谁会赢。如果你们猜的队伍是正确的，就可以免于惩罚。我们还猜这个呀？啊，我们不猜，我们不猜，我们那可不爱猜了。我们爱看，他们谁赢都跟我们没关系。不用猜，谁输了都跟着去，是吧？嗯。我们太可怜了，都不玩了，还太可怜了。我还不如选腾哥赢呢。行，我们我这口气，哥啊。行。你选腾哥，我们选下一个，那就好。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辛晓琪，歌名叫《辛晓琪》。亲爱的笑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领悟。我们俩。痛的领悟。你就是我的全部。会吗？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才是我的全部。只因为母亲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。二号车。啊，二号车。别再为爱受。二号车。别再为爱受苦。你这唱完，我以为曾毅和辛晓琪合作了呢。漂亮。别再为爱受苦，别再为爱受苦。最后这句就是说唱，是吗？别再为爱受苦。就是一首感，就是每个歌手有自己的对歌的理解。我是一个 rapper， 我就是一个风格。别再为爱受苦，回答正确。漂亮，耶，押对了，再见吧。我和我的兄弟们，
原是圆明园的铜制水利报时钟。正午时分，我们十二个会同时喷水，以水报时，闻名世界。一百多年了，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。我家乡的七个兄弟一直在等我回家。我是至今下落不明的五尊兽首。我们的全名是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。